西贡市中心日龙园、旺中大正既有郊区低密度的生活空间，亦都享有市中心购物食肆的便利，无论投资或者自住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日龙园2017年入伙，由信和置业发展，项目位于大网仔路8号，一共有4座分层住宅，楼高7至8层，每层2至12伙，一共提供297个单位。单位实用面积介乎520尺至到1567尺，价格包括一房至到四房，当中以两房为主打，占项目超过四成半。另外，所有单位最少都有22尺的露台，最大更加去到46尺，而大部分单位还有大约16尺的工作平台。交通方面，西贡市中心有巴士和小巴总站，往返彩虹、将军澳、沙田等等的地区非常之方便。生活配套方面，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市中心，有不少食肆，可以吃到海鲜、泰国菜和车仔面等等，揾食依土绝对没有难度。另外又有街市、超级市场，各式民生商店都可以说一应俱全。至于消闲娱乐，又有海滨长廊、西贡公园和邓兆坚运动场等等，通通都啱晒好动的住客。西贡高等学府、香港科技大学吸引不少本地或者海外教育专才移居区入面。小学校网就是95校网，有将军澳天主教小学、仁爱堂田家炳小学、基督教宣道会孙基小学和将军澳循道卫理小学等等。而中学就是西贡区，有基督教宣道会孙基中学、加密主恩中学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享。